我说，在新加坡国家体育场演出真的有一点累。我从那边走到这边，花了一整首歌的时间。所以呢，接下来呢，这首歌的结尾，我要邀请大家跟五月天一起合唱。是，对。然后就像冠佑说的，要从朝这个洞唱。好。哦，大家都要朝着那个洞，朝那个洞吗？看一下那个洞。好，这个洞有洞吗？六一折破。哎，不是我被那个灯光弄到那个眼睛有点看不太到。好，这里 OK 好。警察就这个人把他抓走。什么了啦？我只是在看而已啊。你要一直看嘛 ？OK 好。对啊，编他两边。大家准备好了吗？最后一句，大家一起唱可以吗？我们今天晚上的新手爸爸，马上。由你来带领大家一起唱好吗？那有什么问题？啊，唱最后一句就好。你从头唱，从头唱也可以。从头唱吗？今天你最大。好 ，OK。屋顶的天空是哎，够了！我等下石头，你真的差点把我推下去。石头，你刚刚那个好像有点大力耶，还蛮大力。我没有看到发生什么事，可以再一次吗？好，最后一句，这一生只愿只要平凡快乐。谁说这样不